好，在倫敦的街頭啊，我們先拍先。這個是大笨鐘啊，這些是倫敦的巴士。好靚啊，這建築。好像呢，這裡有個公園啦，哇，好大的草地。那邊呢就是西敏寺啊。好啦，咁啊，佢哋咧已经行到好远啦。好，行过去，追上佢哋先。行一行啦。行一行，行一行，他们已经行到好远了。OK， 伦敦的街头啦，大致上就是这样了。OK， 一阵再影过。